大家好，我是葛金希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你来说我挑战系列玩法。我将会随机挑选评论进行挑战，如果挑战失败，我就会拿两张黑金门卡带你圆梦黑金。这次的挑战是拿魔甲金色卡宾，用一级弹穿二级套，不用加密箱开黑金门卡且撤离成功。 Later， 好了兄弟们，我要开始表演了。二级套肯定会有人撞我，一级弹刮不刮甲都不是问题了，兄弟们，我能不能到高 V 都是个问题。单排应该没有人有跑那么快吧，咱们就说这路上的兄弟们啊，等我进去开着卡你们再打。兄弟们来人了，先就在楼下。不管怎样先开卡，万一没了就当开箱完了。哎，我管你，我开了他的卡房，他很不开心，竟然明目张胆穿门进来，直接送他去下一局。哦，这小伙子悄悄咪咪就摸到了门后，大脚印都快踩我脸上了，下次记得带老刘，不然你只有白给的份。 MG， 哇，咱们开了也不能让他们开了啊。哇，没有我用的枪啊，兄弟们，我拿这里面的枪可不算犯规哦。确实没说卡房物资不能放加密枪，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的东西没有放保险箱，为什么呢？不一样这个东西，兄弟们。你还穿装备，卡炸了。哎，外面肯定有人在蹲，我不用想，兄弟们，这魔甲枪打个三级套都不疼。人，哎西。